下午5点半吧，要6点半。原来有中港店啊！我们在星光三月中港店，对。然后呢，再下一次是在宜兰的。如果你们刚好可以去宜兰玩的话，也可以来看我们表演。我们之前有一些演出会送那个手工的 demo CD， 然后呢，我们自己对天发誓说只要送到100张，之前已经送了55张了，所以宜兰那一个场次会是下一次发送 demo CD 的一个一站。那天会不会送完呢？就不知道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送不完的话，大家就等着瞧。好，接下来是很久没有唱的一首歌。谢谢。